两个人。这是美人腿嘛？好细的大腿哦，他已经没有在骑脚踏车了。每天早上最难的事是要把小朋友叫醒，每次都要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。所谓装睡的猫叫不醒，再不起床就要尿地啦。走了，拜拜，谢啦。第三天的行程是从花莲朋友家到花莲县最南的乡镇富里乡。因为原本要去的台东池上已经订不到民宿了。出发后，我们先去附近朝圣全球最大、亚洲首间的货柜屋星巴克。这号称全台湾最美的星巴克，已经变成网美花莲必打卡的景点。听说来这里拍照上传 IG 就会变网美。爸爸不是网美，所以略过不入境。我们没进去喝咖啡，远远欣赏这货柜屋，觉得蛮有设计感的。这个停车场很大，大到我们绕来绕去，不知道怎么出去，只好直接穿越草地，才回到原来的大马路。抓紧啊！下来。昨天登龟山岛后，本来计划一处玩水的行程，去有小泰鲁阁美名之称的花莲三站溪。这条溪很清澈，我曾经去游过泳，所以也想带女儿们去见识一下。但是抵达花莲时已经下午5:30了，于是我们昨天临时放弃了这个行程。超商是环岛的好朋友，台湾因为有便利超商，让1000公里的单车环岛，每10到20公里左右都有休息处，所以很多国外的车友觉得台湾很方便又安全，都因此来台湾自行车环岛。也算我。凉吗？超凉的哎。小女儿天然可没忘记三站溪呀、啊。于是我 Google Map 了一下细水这个地标，发现在我们往南的路上刚好有白豹溪细水区，所以这个玩水任务一定得完成啊。还蛮有 feel 的，像猫一般环岛不会经过东华大学，通常骑省道。我们因为要到戏水区，所以改骑这一条路，汽车也比较少。一般环岛不会骑这一条。国立东华大学。环岛小学堂。为什么大热天的马路上，远方看起来好像有积水，骑近一看却又没有？一、刚刚前方淹大水。二、地表空气很热，光的折射。请作答。骑在花东纵谷，通常过桥梁的地方会遇到大上坡。还好天然在环岛前曾经练习骑上坡的技巧，怎么骑才会省力，不会屁股痛？这可以参考我们亲子环岛准备1到3集的影片。那里下去，回头。
哇！水很深哎，终于来到了，哦，超凉快的，哇！小朋友，天晴顾一下小朋友。等一下要扛上来啊！要扛上来，走吧。谢谢，不好意思。哇，一次拿两个。我们从花莲出来，骑了一小段，然后来到一个超酷的地方，讲讲讲讲，这也是白豹溪戏水区，就是从往寿丰的路上，然后弯过来，往鲤鱼潭的方向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要下水了。天哪，你可以下去了。到一个陌生水域，要先探索四周水流状况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要下水了，穿着车衣下水。台湾是海岛国家，溪水、海水很常接触到。因为我和我老婆都参加过救生员训练，女儿们从小就跟我们去玩水、游泳，所以全家人的水性都还不错。到野外水域，水很深，也都不会紧张。对了，记得下水时，裤子不能穿会吸水的布料，穿长牛仔裤绝对不要下水，很容易因为下半身太重而溺水，最好是穿短裤或泳装。这次我们的车衣和压力裤都是很好的材质，在水中像水母衣一样，水陆两用，非常方便。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这里是花莲的白豹溪，哇，豆娘从你前面先飞过，因为这是许天南拼命的要求，然后我们主要是三段溪，来呀，姐姐，我们姐姐，非常鼓励大小朋友，不只学会游泳，还可以去参加救生员训练，有正确的户外水上安全知识，才不会担心农历七月。还能享受水下的美丽世界。在溪边通常会看到宅地囡仔，他们熟悉当地的水况，也很会跳水。我们外地来的，跳水前要先摸清楚水底深度，标准跳水池水深是3公尺或5公尺，这里水深3公尺，刚好可以玩一下跳水。那可以啊。你来吧，去跳水。我们从那边跳水，都在比较深的地方。对啊。She would have looked at what she needed to do and gone in and corrected it. That was so much better. Very nice start. And she scored a 58, I think, 58.5 yesterday with this dive, and it shocked everyone because she's been so good in the world. This is 高手。哇！哇！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这太厉害了！哇，这个真厉害，好棒！这太厉害了！
报上来。白豹溪清凉一下后，刚好一姐上午艳阳酷暑，超级凉快的。现在回程还要穿越山路，虽然只有短短20公尺，游泳其实是比骑车累的。这时候上坡推车，推得我们手脚瘫软啊，还不动，倒退路嘞，往前手伸直，好，推它。我们往附近1公里的寿丰火车站，一样在正中午搭火车，往下一个目标花莲玉里前去。好漂亮哦，你的凤梨。在火车站前，马明遇到了一个有理念的凤梨摊，跟老板买了3包100元的佛心超甜凤梨。我都已经骑过了，然后还要回来买，所以从嘉义再过来花莲卖。我自己过去摘，不然花莲不会出现这种水平。对啊，我想说怎么这么好，花莲好像没有。花莲只能吃人家淘汰的东西。哎，真的哈、哦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哇，便宜啊！那便宜就是人家觉得不好吃的东西啊，通通来。哇，一个半钟再找来花莲打折啊。哇，天哦，太远了啦。不会啊，已经下修很多了。你发生了什么事？5月之前更甜了、啊，因为那时候没下雨。真的，可是我觉得太甜，我会觉得它不像凤梨。很好吃哦。农民会评估自己的损益、获利，而且越厉害的农民哦，他数学越好。嗯。好。OK。好，白豹溪消暑之后，在火车上，我们与其他短袖短裤的乘客不同，反倒是穿起了轻薄的防风外套。虽然是大热天，外出环岛旅行，建议还是要准备一下薄外套。我们现在难免会遇到下雨或凉风，这外套来的正是时候啊！要吃冰棒，要吃冰棒。还有玉里面好吃的冰棒，超好吃的。哇哇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雨好可怕哦。这时候我们遇到北风与太阳，左边窗外下雨，右边窗外放晴的奇怪现象，连列车长都觉得很神奇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蓝天没有乌云呢，我看也以为完蛋，我以为我们出去就被雨扁了。哎，你看一下，好。有2个人还穿外套。对。雨里面。啊，这是这一桌，我上次也是坐这一桌。上次是什么？去年。哇！哇！可以吃啊！回来吗？香的味道。啊，大碗哦！大碗，汤面是玉里面的汤面，还有干面跟汤面。这是什么肉？台南借过，要来一碗。台木来了，香辣椒。我先来了。玉里面老板送。一天南一只香蕉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香蕉、啊，这是美人腿嘛，好细的大腿哦。他已经没有在骑脚踏车了。玉里面的老板刚刚走到天南的旁边，很热情地跟他说：“这几根芭蕉是自己种的，早上刚采回来，太美了。待会吃完面可以自己拿去吃。你们也是环岛吗？哦，那你们从哪里来？在玉里面隔壁的超商，我们遇到了一家人，看起来也在环岛，于是彼此交换了一下心得。所以你们是顺时针？
对，我们是顺时钟。你对，你们还剩三天嘛？我们才第三天。对啊，可是上礼拜你在家的时候，你在外面狂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对。南部很大的雨，对。听到吗？南北两样情，目前在台南、高雄跟屏东发布了大雨特报。有，我们从第一天就是，然后过台东才开始放晴。对对啊，前天在寿卡遇到一个，哎，两个爸妈带着小孩，他妈妈开车。啊，有保姆车的，好，对对对，我们就我曾经就考虑过这个问题，有时候如果这样子，我们要有一个人去开保姆车，对啊，因为我女儿他们平常没有带钱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就后来想想，就是用两点，有时候坐计程车，对，可以在火车上面睡一下，然后下午再继续，就是分段，早上一段，下午一段，每次要爬那个回龙坡就快死掉了。啊，你从新庄那边过来啊，自林路那边偶尔可以坐一下，就是铁路，我觉得小朋友也觉得好玩。他每次带我女儿爬回龙坡，他就在啊回龙那里，对对，回龙坡，是哦，第二次，第二次啊，你应该很厉害的，我们是。想说第一次不要让他们以后没有第二次。对，我们也是循序渐进。天晴，有人问为什么上一集你没跳舞？这一集也没有耶。那下一集有吗？看你要不要剪片剪进去啊。还有记得要按订阅才看得到下一集。